志玲姐姐病床打气，我把我所有的勇气和力量都给她，我觉得只有她可以自己把自己的身体养好，所以很希望我把我所有的勇气和力量都给她。我现在真的不需要这些，所以看到她把所有的力量给到她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志玲姐姐的心真的好美。八仙乐园尘爆意外事发已超过一个星期，其中全身70%烧烫伤的18岁伤患陈婉萱立志当模特儿，偶像就是第一名模林志玲。昨天下午，志玲姐姐便到台中探视陈婉萱等6名尘爆伤患，逐一到病床前打气。她还带了满满的饼干和果汁，慰劳医护与伤患家属，并亲笔写下祝福卡片。我说，你现在慢慢好起来，你再好一点点，志玲姐姐来看你，她都会点头。我说我下次要看到多一点点的眼睛，再多一点点的嘴巴，然后她也会点点头。然后我说现在一定很痛，那她点点头。我说那我们不要怕，今天志玲姐姐把勇气都给你，你可不可以留在自己的心底？痛的时候把它拿出来，她也点点头。我说完全答应志玲姐姐不要放弃，好不好？他点点头，就是见到更心疼。那就是自己要充满很多的力量。然后我也很希望之后跟他看到的是，谢谢，大家都是微笑的力量给到他们。动新闻，谢谢志玲姐姐报道。向苹果爆料最有力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奖金送给你，我再捐款。每周点阅数最高前3名就送你 iPhone 6手机。人人都是记者，爆料一举数得。爆料请打电话或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